大家好，把莲藕放在滚烫的油锅中，然后用这个方法把所有藕丝全部炸完，这样炸出来的藕丝颜色非常的漂亮，金黄金黄的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。炸好之后把它倒入大一点的托盘里，这样炸出来的莲藕外酥里嫩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炸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，也可以做菜的时候放上一把，这样炸出来的莲藕全家人都爱吃，每次炸一大盆都不够吃，孩子特别喜欢吃，可以当零食吃，也可以当菜吃。它的口感非常的好，外酥里嫩，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